热烈掌声，谢谢。怎么样？没有，就是老天爷 ，Thank you。麻烦维持现在这个状态，因为我昨天就提醒工作人员，一定要让所有的粉丝朋友知道，要准备携带语句，预备不好说。对对对。对，那大家都辛苦了，希望天气先这样子。我刚刚已经跟老天爷请过愿，上过虔诚，说就这样子，微微的风，微微的小小的雨势，这样就 OK。好，所以呢，神灵要欢迎你来到这个今天年轮说正式的一个签唱会的现场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先吧。Hello， 楼上也有。耶、yeah, ，来尖叫声不要停！哇、wow, ，真的，他们早上好像没开嗓哈、哦。真的哈、哦，也是跟你一样需要一点时间开嗓。不过呢，神灵刚刚这个带来了新的主打歌单的分享之后呢，我先帮你保管一下麦克风，背板前方先来拍个照，好不好 ？OK， 来。对，这个距离可以吼。好，来，我们麻烦这个现场的平面，先帮这个陈，麻烦陈琳的各个角度，右边、中间、左手边，大概是对180度左右的范围，让大家呢可以捕捉一下美美的美照。好，来右手边先看一下下。对，今天呢算是这个吼、哦、向上天上千层，有成功。好，来中间定格看一下下。就这样子就好了，舒服的温度，舒适的天气，让我们可以顺利的把这个年轮说的专辑签唱会给美美的完成。好，当然呢，刚刚这陈琳呢所演唱的是单这一首歌曲，也是目前最新推荐的强力主打歌，很多人听完之后都表示心有戚戚焉。左手边麻烦陈琳再看一下下。前面我有做过民意调查，大家都说这个夜深人静啊，听这个歌真的会动鬼调，哭惨了，真的。好 ，OK 吗？可以吗？哪边需要再拍一下的，就是给个手势哦。好，那左边看到了，左边。这一次这个陈琳的专辑封面选择一个嘴巴，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注意力呢全心全意的放在专辑的内容物上头。每一首好歌都是精挑细选，值得一听再听。好，谢谢。哦，所以呢，陈琳今天呢，刚刚是第一次唱单这首歌。对啊，会紧张未？会，但一唱就找到那个录音室里面的感觉。嗯哼，昨天是有先在家里练习。帮大家所特别准备的这个单身专属面纸，有时候呢难过、心伤没关系，大哭之后呢再出发，明天永远是美好的一天。好，所以呢，来，陈琳麻烦出来一点点。今天这个呢，让大家呢用这个单身面纸，可以来好好的享受属于单身的这一刻。等一下呢，拍完了照之后呢，一样，这个大家呢现场倒数3、2、1之后呢，请陈琳把这个单身贩卖机正式的让它 open。对，来，蝴蝶结给它打开。好，来左手边这边看一下下。中间哦，真的很用心哎，还准备这个很可爱的数字版的单身面纸贩售机，让大家都可以呢随时随地的在今天限时呈现。好，正前方看一下下，等一下呢，这个大大蝴蝶结就麻烦这个陈琳呢来把这个蝴蝶结3、2、1倒数声当中，把这个单身贩卖机向着它正式的上线。好，可以站近来一点吗？可以站再靠近一点点，是不是？好 ，OK。那、啊、这个角度呢，我们再麻烦陈琳呢，让这个现场的媒体可以拍摄一轮。好，来左手边慢慢的看回来，这个发色我觉得真的是很适合杨陈琳，也很特殊。好，来正前方，而且呢这一次呢，这个年轮说专辑之后呢，一上市取得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成功。好，差不多了吗？蝴蝶结，现场麻烦帮忙倒数一下好不好？陈琳 ，Are you ready？ 准备好了，看得到哦。好，来现场倒数3、2、1，单身贩卖机正式启动哦！好，然后呢，已经帮这个陈琳呢投入了相对应的金额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来陈琳随便选一个数字，任何一个按钮都可以，喜欢就按下。好，把面纸呢给他，哦，掉下来了，看到了。遇水则发了，遇水则发。